聊一下，因为第一次来到这，对不对？很荣幸啊，超幸运的。以前都没有来过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听说，哦，所长，刚刚哦，所派出所所长，哎，听说那个去年本来说要来哦。对啊。啊，去年没有经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经过。对啊，今年就我们乡长也很卖力的、很积极的去恳求妈祖娘娘来赐福给我们林内乡。 对啊，所以要很感恩大家，很感恩白沙屯妈祖。你们好，姐姐好，大姐你好，姐姐好，谢谢谢谢，这是你们是林内在地人对不对？对啊。
今天是算是难得第一次白沙屯妈祖祭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啊？哦，就知道妈祖要开始绕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了。那现在十点多就开始准备了？我们18号就开始一直在祈祷他过来的。因为我听很多这边的居民都说很感谢说，乡长有帮忙去拜托。对对对对，乡长有还过年期间还过去拜拜，祈求他过来我们年内。那有那个。就是去年好像也说原本可能会过来，可是这马祖就弃我们而去。今年来了，今年来了，对，今年祈祷到了。啊，看到这么多人，有没有惊讶到？有，真的很惊讶。怎么说呢？以前就很感动，哇，这么多人来到我们林内乡。哎、okay, ，真的是。对，我们林内乡会满满的。对对对，出名了。Thank you.
再吃个先饭，顺便找先去用餐。好，那你们快点有吃饭吧。加薄荷，别喜欢椰菜，加满，加满，来，你把它加。